就是这里。啊，谢谢你哦，小朋友。你要住在这里吗？对呀。那你认识小葫芦的阿妈吗？小葫芦是谁呀？托托，哎，那个就是小葫芦。啊，我们去逛方家山，你去不去？去，等等我。走吧，走吧，慢点啊。有人吗？你好，请问您知道谢小春？你好。哎，你好，是许红豆吗？你是谢小春啊？你怎么自己过来了？哎呀，我估摸着你这会儿应该是到了，但是呢，你没给我打电话，我给你打电话也没打通，不好找吧？手机摔坏了。哎呀，怪不得呢，那是你箱子吗？对对对，把那箱子。哎，没事没事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哎呀，不用我来吧，你都搬了半天了。重，真是有点沉啊。来，走，走。我们这院子还挺大的吧？啊，挺大的。这个地方呢，不是一块宅基地，它是三块，前年的时候呢，哎呦，我们把这个地方租下来，重新整修了一下，就做了这么一个短租的小院，一共呢有六间房，这就是你的房间，旁边的五号房呢住了五个月，刚刚退租，现在呢还没有人住进来，但是其他的房间都是住满了的，如果说三个月以后你还想续租的话，提前半个月跟我说啊。好。哎，看看怎么样。那个，这些呢都是你寄来的快递，我已经帮你从代收点啊都给拉过来了，你检查检查啊。好，谢谢啊。来吧，红豆，嗯，给你介绍介绍哈。这边呢就是我们的公共厨房，里边所有的电器啊、厨具啊都可以用，都是公用的。那边呢是一间茶室，茶室的后面有一间杂物间，还有工具房，挺好挺好，我们进去看看。嗯，那这个就是我们的餐厅了啊。餐厅的后面呢有一个小小的休息区啊。如果说平时我要是不在的情况下，有任何的事情，你可以找住在那边一号房的娜娜。好，她现在呢在小馆，回头我介绍你们认识认识。好啊。哎，啊，那位是，他住二号房，你不用理他。啊，反正差不多就是这样。好，我就先走了。嗯，谢谢小春啊，没事。哦，对了，刚刚在镇上有一男孩追一匹马，把我手机撞坏就跑了。追马？长什么样啊？年纪不大，瘦瘦高高的。哦，行。那你问对人了，他家离这儿不远，就在隔壁巷子，我带你过去啊。谢谢小春哈。没事，走吧，放心哈。那就是这儿了。来，红豆啊，跟你讲哈，就是这一家，他们家呢有个奶奶，还有一个哥哥啊。哦，等会儿啊。喂，哦，行，我知道了，我一会儿就回去啊。好嘞，红豆，嗯，我就不跟你进去了，店里有点事儿。你进去以后呢，就直接找他哥，好吧？好，好，好，够麻烦你的了，那你忙去啊。好，哎，如果说你要是明天有时间的话，到我店里，我请你喝咖啡啊。好，那我走了啊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那么多马就非得骑小可爱，上次被颠下来腿划了道口子，才好没两天，
这次干脆直接跑了，幸好没撞到人，否则我打断你的狗腿。让你动筷子了吗？把奶动了吗？还有啊，把你这头发给我剪了，什么鬼样子？喂，这样才帅好不好？剪了。阿奶，你看他吃饭。哟，打扰一下，那个门口没有门铃，我就直接进来了。哦，来旅游的吧？找不到路了吗？我找他。我？啊，他上午追马撞着我了。马撞到人了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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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马撞到人，是他追马，然后撞到我了，然后我的手机就摔飞出去了，摔碎了。你手机坏了吗？出去撞个人回来不说，让别人找到家里头来，一天到晚给我闯祸闯祸啊！哎哥，闯祸啊！啊哥，给我闯！哥哥，哥别打我！哥站住！哥别打我！站住！给我闯！哥站住！哥哥哥，我闯！哥哥哥，哥别！别打哥，别别别！啊！阿奶，兄弟，阿奶！屏都碎成这个样子了，也开不了机。是给你换个屏幕修一修呢，还是赔你个新的？换个屏幕修一修吧，这里面东西挺重要的。实在不行的话，你给我一半钱就行，毕竟也用了一年多了。啊。村子里没有修手机的，只能去古城修。你在这待几天？我住一段时间呢，我今天刚来就被他撞了。谁带你找过来的？谢小春。小春啊？嗯。你住有风小院？嗯。啊，我叫谢志尧，怎么称呼？许红豆。我一会有事儿，陪不了你去修手机，我找个人带你去吧。啊，没事没事，我还要回去收拾东西呢，明天我自己去就行，回头我给你看收据，好吧？也行。嗯。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啊，没事。哎，稍等。啊。谢志远，过来。给姐姐道歉。对不起，认真道歉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姐，对不起。你别按他，没事，我原谅他了。啊，嗯，那不好意思啊。啊，没事。对不起啊，你别打他啊。我没打他。我打你了吗？安奶，你抢我，他踢我屁股。哎呀，没事没事。可疼了。那金花怎么说？说先修，修不好赔一半的钱，毕竟用了一年多了。嗯，那还是个老实人。是，都没说赔个新的。我哥都舍不得换新手机，我用的还是他旧手机呢。小气！你一个学生要什么新手机？我玩游戏卡，他们都骂我。骂人就别跟他们玩，不文明。安南，你不懂。不是，哎。你别欺负他了，哼！吃吧。喂，怎么样？木雕画的是有消息了吗？漆雕和手雕怎么可能差不多呀？那漆雕就是个模子，平平整整的黄杨木，做出来的东西都一模一样的。就是公司的结果就这个呀，就不能安静静吃个饭？安奶，你也吃点。嗯嗯嗯。心中有一程，但散不回。
薰衣阿奶啊，门口的马粪扫一下。阿姐，哎，马粪又没扫。啊？哎呀，我又忘了。哎，算了算了，我去弄。小春姐，接到人了，接着了，看着还挺好相处的。叫什么呀？干什么的？叫许红豆，干什么的我还没问呢。还没吃饭啊？我和大麦昨晚试着做的包子，给线下拿两个。哎呦，你不用管他，顺手的事儿。真的，我真不知道你这一天天的弄的都是什么呀？小雅又怎么了？戴师傅骂了半天了，嫌他不务正业。你看看，我是这么教你的吗？哎，你是不是觉得你跟我学了几年手艺，你厉害了，你长本事了，你能了，你有时间就在那耍了是吧？我搞点创作。就你这手艺还创作？我告诉你啊，就像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那别人都争着抢着让我做事儿了。你看你这门板，你刻了几天了？再看看你这花啊，你没睡醒吧？我还没雕完呢。浮躁，坐不住，一天到晚的就知道在那看手机、上网、嘻嘻哈哈的，你心思压根就没在这上边。走路还没学会呢，就想飞呀！是我错了，对不起。你平时啊，承认错误态度可好呢，就不改是吧？你瞪我干什么？师傅，跟您说实话，您没生气。实话？哦，你从来没跟我说过实话。行，你说，说呀！您这木雕要卖得出去，我保证好好雕。您几十年的老手艺，还凭着周吉飞一传承人呢。您雕的这根雕随行，前天就摆在这儿了，放在这儿都能镇宅了。还有外边那椅子，是个人都摸一下，摸包浆了也没卖出去啊。那个来看的人也不少啊，只要咱们手艺好，没用，都是来拍照的，能带走点什么小摆件啊、小手串就不错了。师傅，您平时也雕，村里其他师傅雕完也送过来，这么多东西根本卖不出去。要我说，您就不应该开这木雕坊，在网上卖也一样，还省这么多花销。你在？哎，大伯也在呢。年纪这么大了，还这么大气性，怪不得你师傅会生气呢。我都觉得你懒散。他就是气不顺，看什么都不顺眼。还不是你惹他生气啊？不是我，是我一师弟。算了，不说了，没意思。什么没意思啊？窝在这儿没意思，你不觉得吗？我不觉得。这儿能有你们上海好。嗯。这里有这里的好，上海有上海的好。好什么好？都几点了还不吃饭？喏，你最爱喝的豆奶，快喝吧。停落一条荆棘，静的森林。
夕阳之下远山的风景，屋檐的水滴悄悄的阴雨潜入了眼睛，世界像一座安静的岛屿，鱼肚白身起悄然无声息，等海鸟轻轻声唤起涟漪，等一缕阳光透过这湖面照进我心里，等有风的时候把帆扬起，云朵的倒影月色的缺影满天的繁星，迷失的脚步也慢慢被抚平，四季的光影我看见划破长夜的流星，风吹起的时候万里无云，需要风的地方遇见你。打烊了，哦对，你一个人呀？啊，那进来吧，给你坐。啊，来，请进，谢谢啊。哎，谢谢啊。哎，老板娘，能不能帮我拍张照？可以，按这儿就行。哦，好。一二三，茄子。你看看行不行？谢谢啊。嗯，不行再给你拍。可以可以，谢谢。味道不错吧？啊，姑娘，一个人来玩呀？啊，以前来过吗？没有，第一次来呀。那你可来对了，我们家这个店呀，开了二十几年了。以前我们这村上呀，只有我们这一家店，来这里玩过的、吃过的，那都会再找回来的。买单，哎，微信可以吗？啊，微信、支付宝都可以。哎，刷这儿。哎呦，58。我还是刷卡吧。哎呦，这个我们家可没有，现在都用手机支付。啊，家附近有没有那个取款机？没有。姑娘，要不然算了，
这顿饭呀，算是阿婶请你了。不，哎，你走吧，没关系的。不，那个，哎，您知道有风小月吗？啊，我知道啊，你住那里啊？啊，我今天刚来啊，手机就摔坏了，我要在那个小月啊住几个月，等我明天取了钱就还给你。行啊，没事的啊。要不然我把相机押给你。哎呀，不用，姑娘，不用，你走吧，没事的。啊，我一定给您送来。好，慢走啊。谢谢啊。再见。Do you ever feel alone? Standing in the road, don't know where to go. In the air, my memories flow. Faces in a row, take a long way home. But all of this reminds me to believe no one's there to leave. And all of明天要来秀网这边拍节目素材，这事儿呢还是由小月负责。一会儿我把节目组的电话发给你。好。谢总，我们约了物流公司的车，明天早上过来。去新疆参加非遗展的刺绣作品和零售货品，明天早上就要打包发过去了。我跟您说一声。物流公司的车能不能让他晚一点再过来？谢老师为了非遗展绣的那个七骏图啊，我想让节目组拍一下。行，我去沟通。你和张小兰什么时候去新疆？我和鸽子后天先过去，谢怀郎老师跟他徒弟下周去就行。好，那就先这么安排。叶森，合同呢？盖上，分给大家尝一尝。哎，阿叔，哎，来了，来，来，走。给我尝尝。来，大侠。你也尝尝。外地找过来的，村里黄欣欣牵的线，他朋友村产核桃，让我们啊帮着卖。怎么样？不错，脆，饱满。但是我们要去原产地看一下。没问题。大伯。哦，谢师傅。哎，谢师傅来了。谢师傅来了。谢师傅来了。来，大伯喝茶。哎，好。哎呀，我过来就是想问问，那个酒店要木雕画的事儿，谈的怎么样了？我本来是想等确定了再跟您说的。是这样，我那个搞设计的朋友是这么跟我说的，那个艺术酒店的老板，本来是想在每层楼的走廊玄关都挂一幅木雕画。但是呢，现在吧，他想在酒店的大堂挂一幅大尺寸的木雕画，由您亲自来雕。那其他的地方呢，就挂机雕，这样节省成本。哦，那就要一幅啊。别人雕行不行？您是周级的非遗传承人，那当然是想让您亲自雕的作品啊。我那几个徒弟的手艺也不错，啊，这要放在以前家家户户建房子的时候，那找他们干活呢也得排队。是，大伯，这事儿都还没有确定，回头我让我那朋友啊约下那个老板的时间，我亲自再去谈一下这笔生意。哎呀，算了，你也别谈了，我也不想求着人家办这事儿啊。你这么着，你跟他说呀，这个
那个大幅的画啊，让他也找别人吧。啊，我不缺这活。不是，这怎么叫求人呢？啊，生意不就是靠谈的吗？啊，你用你的筹码说服我，我用我的条件说服你。我谢和顺这么多年，我赚钱我干活都是凭手艺，我从来没求过人。哎呀，我不是冲你啊，你别生气，你别操这心了，走了。不过你别走啊。算了，走了。不是，跑这儿来了？啊，随便逛悠逛悠。那个又见面了啊。这里不大，容易碰见。你这是要回小院吗？啊。顺着这条路走到海边，然后沿着海边的公路一直走，就能看到村子入口了。啊，好，谢谢啊。哎，怎么了？你不会被蛇咬了吧？你为什么一直盯着他看呢？是因为没见过吗？没踩过。你要不先把脚从牛粪里头拔出来呢？第一次骑马，啊，对。放心，小可爱很温顺的。之前啊，是阿远拿鞭炮扔过他，所以他才讨厌阿远的。啊，他叫小可爱啊。嗯，生下来的时候小小的，很可爱。谢谢哈。别客气。这踩到牛粪啊，是吉兆，说不定我还能沾沾你的喜气。辞职出来玩的？你怎么知道？一过来就住三个月，哪个公司给这么长的假？你怎么知道我住三个月啊？有风小院三个月起租。啊，对。是失恋了还是迷茫啊？嗯，你为什么这么问？哼，那不是爱情就是事业呗，无非就是这两件事情。嗯，现在大城市的年轻人啊，都这样，觉得自己压力特别大，干得多挣得少，老板还特别傻。虽然嘴巴上天天抱怨，但真正辞职的人少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啊，为什么？因为辞职了还得找工作，找不到工作挣不到钱，没有钱啊就养活不了自己。哎，那养马能维持你们一家生活吗？能啊，我们家有房有地的，开销也不大。阿奶呢，种种菜，每天出去摆个摊，挣个几十块钱。我就算什么都不干，阿奶的钱啊，都足够养活我们一家了。你阿奶多大年纪？今年啊，正好八十。太阳落山喽。
晚霞把天空烘透，海面迎着风，落日多温柔。闪躲青云的褶皱，放映一个梦，与星辰邂逅。当晚风吹走短暂的不朽和忙碌的白昼，闭上眼睛拖鞋。哎呦哥，你女朋友啊？开什么玩笑，人家就是过来玩的客人。小可爱，你随便就跟人家骑，上次我想骑，你说不让骑。来，挑一双。这个合适吗？合适，多少钱？你跟阿瑶哥一起来的，不赚你钱，25块。啊，10块。10块我就真的不赚钱了。10块。哎，怎么是你付钱了？人家是，你是太平洋的警察吗？管这么宽。哎，我帮你把那个标签扯掉。啊，好。阿瑶哥，没礼貌。按照这个辈分啊，你应该喊我阿瑶叔。什么叔了？都什么年代了，还论这种辈分？八竿子打不着。你的鞋。走了。嗯，哎，等一下啊，这个给你。哎呀，谢谢你啊，有空常来玩啊。哎，拜拜。阿瑶哥，明天去你家玩。行。阿哥，吃了吗？没吃呢。你刚回来？对啊。干什么去啊？接我阿奶回家吃饭。啊，行，慢去啊。哎。君，哎，阿奶，光这么慢还在笑，眼睛不要了？你怎么才回来呀？阿奶都等你半天了。嗨，这是你朋友？小院的新房客许红豆。你好。那要住挺久吗？嗯，我每天晚上6点多就出摊，想吃烧烤就过来啊。好。我帮你签吧。好啊。他很乖的啊，嗯，不踢人。来，我来。来，躺着。哎呀，不用了。没事，别客气。谢谢啊。来，走吧。我那个不太会牵的啊。啊，不用会，牵着就好。实在不行，让阿奶牵着。来，啊，没事没事，我来吧，我来吧。好吧，嗯。今天卖了多少钱？100多。这么多呀？嗯。奶奶，我来。哎呀，不用不用，你喝茶去，快去喝茶，快去，去喝茶去啊！熊豆啊，帮忙端下菜啊。好。都是一些家常菜，不用客气。嗯。谢谢啊，不用等你爹了。哎，别管他，那不知道跑哪玩去了。
阿阳。哎，保平婶，屋子里呢。阿婶儿，哎，亲戚家办喜事，炖了点牛肉，赶紧给你们拿来点。嗯，牛肉啊，那太好了，正好家里来了客人，也没个像样的菜。啊，你好，好，嗯。小院的新房客。宝平，没吃饭就坐下来吃。家里刚做好，小春去叫小葫芦去了，我这回去就吃啊，来，赶紧趁着热吃了。哎，谢谢。那你们先吃着。我先走了啊，谢谢阿婶儿啊，阿婶儿走了，宝平婶，我送送你。你吃，不用等他，嗯，谢谢啊。宝平婶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想让你劝劝夏夏，你说，他现在心浮得很，也不好好干活，今天又惹师傅发火了。他阿姐说他，他还不听，结果俩人在家又吵起来了。你别说年轻人坐不住，这谁不爱玩啊，对不对？大伯说他两句也就算了，你们别跟着说他呀。是，但他这次不一样，他跟我说他上海有个朋友，让他去上海玩，要去上海一趟。他什么时候有上海的朋友了？不知道，反正整天抱着手机，不是刷短视频就是聊天。我不是说不让他去玩这一趟，我是怕他跑出去就不想回来了。夏夏自己说的。那他没说，我还不了解他呀。前两天跟我说，他师父年前收的那个徒弟，又不想学了，要走了。这又有徒弟要走？是啊，你说现在这门窗都是机雕的，村里的老师傅活儿也都没那么多，所以是今天走一个，明天走一个，弄得这帮孩子心都浮得很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宝平婶，你先别着急啊，我先找小春他商量一下，然后再去问夏夏。行，那又麻烦你了。哎呀，不麻烦。那我走了啊。嗯，对，明天的事儿你别忘了啊。啊，没忘。那就好，我先走了，快去吃饭去吧。哎，您慢点啊。哎，好。路上注意安全。哎哎。啊。那可不嘛，手机坏了，告诉你们一声嘛。朋友家吃饭呢，刚刚。妈，明天我都快正式休假了。你不干嘛就休息。嗯。妈，不说了，手机借的，我得还给人家。就这样哈，拜拜。送你回去，没关系，挺近的，自己就可以。身上有现金吗？没。拿着吧，应个急。谢谢啊，算借你。手机修好了再算吧，走吧。你得去趟格桑花饭店。你还没吃饱啊？中午算账了，把钱给人送去了。不用这么着急吧？送我安心。行，小心台阶啊。听落雨掉进寂静的森林，看夕阳之下远山的风景，屋檐的水滴悄悄的阴雨潜入了眼睛，世界像一座安静的岛屿，鱼独白升起悄然无声息，等海鸟轻轻声唤起涟漪，等一缕阳光透过这湖面照进我心里，等有风的时候